吃了吗？吃早餐啊？不吃了。你要去吃面包了？我已经吃面包了。我肚子有点不舒服了嘞，因为懒得去。我、哦、这个这样多么新的嘞？啊？我这样子是飞，没有，好像是飞，没有，这样是飞国内而已，没飞国内而已。我不知道这个是本身是不是飞国内的。他这个是 domestic departure， 他讲的是 domestic。内地啊？我们看后面那下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international 的。OK OK。Thank you。我记得。因为我记得，人比较多得势啊！啊 ，international 国际机场，国际，他们有分 domestic 就是说。那个 D 的话 ，D 字头的话就是说国内的 ，I 字头的话就是啊啊，这边是进飞机的。Lion Airlines,